那啤酒瓶谁的？那有酒瓶啊。那边就一个啤酒瓶啊。刚刚收到掉下来的。收到掉下来的。嗯。怎么？哦，这样子哦。那是你拿零钱吗？来，麻烦把营业关起来好不好？会议现在防疫规定告知你们 ，KTV 里面还是不可以饮酒。好、哦。没有啊，这是什么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没关系啦哈。然后我在里面的桶也找到那个啤酒瓶啊。跟你们讲，现在防疫规定 KTV 还是不能饮酒。啊，现场我就发现酒瓶了啊，这么快就自己在喝了。有吗？没有吗？那啤酒瓶谁的？那有酒瓶啊。那边就一个啤酒瓶啊。刚刚收到掉下来的。收到掉下来的。怎么？这样子哦，唱歌还是不能饮酒。啊，我们现在还是要依规定处理哈。饮酒只有同一间包厢的啦。同一间包厢里面，只要有发现饮酒情事，我们全部在场人都要签名，然后写零件标。好、哦，现在还不能喝酒啦，是吗？还没解禁啦。我没喝酒，我们喝这个啦。不是、啊、喝水。这个接管一下。这个是刚不小心开心啦、啊。现在就是规定，就是还不能喝啦。不是、啊，这个不是啊。不用到了，我已经录影了啦。好啦，虽然第二集警戒期间 KTV 已经可以开放唱歌，是但是酒精类饮料还是不能饮用。没有，好、哦，没有喝。